刘刚说，自从前方到了刘家之后，至今没有什么情况。李政委外围也布置了几个人，如果你有什么紧急情况，及时请他们协助，好吧？ 你放心，只要有什么情况，我会随时向你汇报的。阿英，这么晚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？说。您听说姚叔的事了吗？哼，他的事儿，谁没听说？这几天咱们东都市的街头巷尾，都在议论他的事儿。怎么了？都有哪些议论呢？说他的可多了，什么这是罪有应得了，不是不报，时辰一到，通通要报了。没扯上我吗？阿英，说实话，为这事儿，我真想找你，却又不敢找你。为什么？我担心你是不是也陷在姚叔的地下钱庄里了？可我又一想，你是聪明人，不会上姚叔这条贼船的，是吧？阿英，别担心，人多嘴杂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只要你坐得正立得稳，别怕社会上那些议论啊。可我确实上了姚叔的贼船，钱庄里那些钱也有我帮他融资来的。这是真的？嗯。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。嗨，你哎，老宋，你说咱们监视了这么久，人会不会跑了？不会的，就这一个门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一定要有耐心。喂，老宋，什么情况？秦队，刘兰英约孙凯在咖啡馆见面。继续监视，有情况随时汇报。是，老宋，秦队怎么说啊？让我们继续监视。你那边软工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呢，决定会继续给你打好边鼓的。嗯，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刘兰英肯定还会来找我的。我会从律师的角度，给他一些有益于我们软工的建议的。嗯，你这边进行的还比较顺利。现在啊，我这边倒是挺难办的。我觉得你倒是应该先去看看两个孩子，让刘良英知道你是关心他们的，会对这两个孩子负责任，以免除他的后顾之忧。现在的问题呢，我也是刚知道这两个孩子是我的。你想，之前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孩子，我现在要突然这样做呢，可能会让刘良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你可以通过第三者去传达这个信息。有没有这样的人选？这样的人倒还真有。那问题不又解决了吗？因为只有通过孩子这条纽带，你才能跟刘兰英正面的直接接触这些问题。你说的对，但是我担心以后的事该怎么办？刘兰英呢？现在挽救她已经有点晚了。她非法集资的数额太大了，你知道，按照法律肯定。邢队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是学法律的，我认为刘兰英只要能够自首，并且追回全部的赃款，我相信法律还是有情面的。只要不判她死刑，就能够体现对她的挽救。我了解刘兰英的个性，她能领这个情吗？
到了生死攸关、无路可走的地步了，他领也得领，不领也得领。何况是你呢？你觉得呢？如果真这样的话，我心里最后的负担也就解除了，真的。我知道的，我能理解。你是害怕他听了你的话去自首，结果又被枪毙了，你会受到众人唾骂的，对吗？不用众人唾骂，我自己就会唾骂我一辈子。我理解。我现在是两面煎熬啊。我是执法人员，孩子他爸，我要查的是孩子他妈。我又得当个好警察，我又得当个别人心里的好丈夫、好男人。我太难了，我。有过这样的吗？你说说，有吗？没有过。阿姨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非法集资了多少钱？具体金额我也不清楚，但我知道足够判死刑。那你准备怎么办呢？我还知道志军他们早就盯上我了。我是问你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这样，我建议你跟志军好好谈一次，可能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可是他，他怎么了？他把门关得很紧，连一次让我敞开心扉的机会都不给。就算偶尔有了，关键时刻，他也是顾左右而言他。他哪里知道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。阿英，这事儿我来办。还没睡呢，啊，在家吗？有大事跟你说。这样吧，半小时以后你到我家里来，好吗？行，好，就这样。他答应了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阿海。没错，跟我呢多年的哥们儿，也是战友，他跟阿英也算是哥们儿。他找我，肯定是受刘兰英的意图，想跟我传达某种。那太好了，他知道你是因为我的事吗？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外面那辆车，看到了吧？你已经啊，一直在他们的监控之下。他能不知道我现在是和你在一起？陈明，你是我出色的同志，也是优秀的战友。你对我呢，想得很周到，又体贴入微的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。说什么感谢啊？如果这个案子破了，我想我们会有时间的。我想会跟你聊聊关于你将来生活上的一些问题。我生活上的问题？嗯。比如呢？比如，如果刘兰英刑期过长，那她的两个孩子谁来照顾？你想过吗？嗯。没错。再比如。很多。
请原谅，我暂时先不说了，以免影响你破案，让你分心。还跟我留一手？等这个案子先破了以后再说吧。嗯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开我车回去。我打车就好。你开我车回去，快点，拿着，我就不送你了啊。那我明天给你开回去。好，嗯，你先走吧。好，再见，林队。嗯，服务员，买单。行了，我要去志军那儿了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吗？阿海，我想跟你说句话，我想跟你道歉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保证能借到这笔钱。不说这个，帮我给志军带句话，我希望他能对那两个孩子负责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想不会有问题的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我来，我来。阿英，不用跟我争。注意，出来了。行了，阿姨，我走了。阿海，啊，我明天等你消息。我明天一早给你打电话。别打电话了，还是去我办公室吧。好，那明天早上等着我。嗯。谈的怎么样了？阿海去跟志军说了，会有效果吗？那就要看志军的态度了。小姨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心里最清楚，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你对邢志军都是那么痴情，所以这次他要是不对你手下留情，我就诅咒他一辈子。是我先负了他，后来又把事情搞成这样，是我害了大家。现在这笔债到了该还的时候。我不相信志军会见死不救，毕竟我们有那么深的感情。那曹市长呢？曹市长不也是从小跟你们一块长大的吗？用得着的时候就捧捧你，现在出了事儿了就撇得一干二净。我看他也是自身难保，但我相信志军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小姨，你别不见棺材不落泪好不好？就算志军真的捧一口棺材来给我睡，我也不怨他。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这么痴情。这么晚把你叫来，不耽误你孙大老板的生意吧？哼，没事儿。知道你们一举摧毁了姚叔的地下钱庄，我立刻从外地赶回来，我得来跟你道谢吧？你不用谢我。跟我说实话，你刚一回来，
阿英就找过你了。什么都瞒不了你。那么我问你，姚叔的事出来后，你们准备对阿英怎么样？你让我怎么说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说只干，对吧？我只干我该干的事儿。把自己的老师也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有这事儿？阿英告诉你的。幸好阿英跟我说了。以后你会明白，我为什么抓卢老师。那你也不该把卢师母一起也抓了。谁告诉你一起抓的？你吗？卢师母当时我们是出于保护，知道吗？我已经派人把她安全送回家了。不信你调查去，你调查去。宋海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卢老师跟我们配合的相当好。是交代的很好吧？交代也可以变成合作，你信吗？那一定是卢老师出卖了阿英，出卖了他的学生。错了，真实的情况是，阿英害了卢老师，他不也害了你吗？你没体会吗？我说阿海啊，你现在还是一根筋呐？不是，那我只是不想落井下石。那我是吗？我是那样人吗？你真的相信情义无价？王芳，快来！这么晚了，我有急事交代给你。明天你去帮我办三件大事。第一，去把大毛小毛接回来。第二，你去找一趟陈律师。第三，去派出所报案。卢老师失踪，看看他们怎么回答。那明天不是周末，要去接孩子们吗？把他们接回来吧，我想他们了。而且我能陪他们的日子也不多了。好，我明天就去办。去吧，早点休息。孩子他爸抓孩子他妈吧。阿英都跟你说什么？他说了自己的问题。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让你帮他求情，对吧？那倒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他就是让我问问你，你该怎么办。那他是怎么想的？他很绝望，就像是世界末日一般。志军，帮帮他吧。啊，哎，有一件事情啊，如今我不得不告诉你。他的两个双胞胎儿子，大毛、小毛，那是你的骨肉啊！这个我知道。你知道了？哎，你知道还这么淡定？你也太绝情了你！志军，哎，你总该看在孩子的面上吧？阿英出事了，啊？当你大义灭亲的时候，谁还敢来做你的朋友啊？啊！我是警察，我要假公济私，我还能有真的朋友吗？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好，人民警察同志，你做你的警察啊，我做我的生意人，咱们的交情就到此为止。宋海，到。小红转，过来。
坐下，你坐下。我说你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，你怎么还跟部队一样啊？一根筋，你是不是一根筋？承不承认？哎呦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对阿英手下留情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听我说，咱们俩一起。咱们俩一起干嘛？让阿英自首。自首？对，只有这样才能救他一命。自首可能救不了他一命吧？为什么？他的涉案金额不小，连他自己都说免不了一死啊。我知道他有这顾虑，所以现在咱们帮他消除这个顾虑，好吗？那这么说，你能保证他免于一死？但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让他尽快自首；第二，把转移到海外的赃款全部转移过来。你知道吗？这些钱是国家的，是受害者的，这个你应该清楚吧？如果能追回来，当然最好了。那你还有什么顾虑？顾虑就是，万一阿英做到这两条，到头来还是被判死刑，对吧？对呀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坦白从宽、立功赎罪的案例，不是没有过。如果到头来还是判他一死的话，不要说你难做人了，我也会自责一辈子的。这种事儿呢，确实有过。我们毕竟有过实验的教训，但这次你相信我，应该不会出现意外。问题是你说了也没用啊。如果会出现这种结局的话，哎，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你呢，可以去大义灭亲，这样你也当上了英雄，卢老师的家属大毛小毛也可以留下一笔钱来度日子，怎么样？你说的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不接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以多年同学战友的名义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要救阿英。这么说，你真的要救阿英一命了？对。那好，世君，我听你的，你怎么说我怎么做。你听我说啊，你马上找阿英，站在你的角度、你的立场上，把我刚才说的话转告给他。我敢说，他是有生路的。如果他相信我，对我还有这份情，听我的劝告，千万别自绝于社会，否则的话，对谁都是一场灾难。我明白了。谢谢你，志军。哇！哎，活动好，咱们今天比赛追杀队吧。好，好。哎，蓝英，跟我玩，跟我玩，跟我，跟我玩。哪里看？他最讨厌了。哇！啊！哇！哎嘿，谁能追上蓝英，蓝英就跟谁玩。小毛，你听话。
别闹了啊，快点上车了，别闹了。我不回去啊。别闹了，大毛小毛，你们两个是不是不听前方姐姐话？嘿，你们两个干嘛呢？孩子想上课，人不想回去。来，过来。这个事儿不用你管。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现在有点权利说这话的吧？哎，你尽义务了吗？我已经开始尽了。你们俩不想回去吧？嗯。想回去上课，对吗？对对。好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强迫你们，好吗？好。那你们俩乖乖的回去上课，好吧？去吧，去吧。谢谢叔叔。好。哎。谢谢叔叔。啊，慢点啊。慢点，慢点，看着点路。这两个孩子还是挺像我的。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今天要把孩子接回去？明知故问。你转告刘总啊，这两个孩子呢，我会负责。现在开始尽义务了，原来干什么呢？我不是已经开始了？好，再见。哎，秦队长，我们刘总让我向你报个案。报什么？我们公司的顾问卢老师前几天去国外跟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在机场居然失踪了。啊，人失踪了？嗯，这好像不归我管吧？你应该去派出所报案呢。你真不知道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孙总没跟刘总说吗？他们约的今天才见面啊。那好，你转告刘总，让他好好听明白孙总的话，好吧？没见过这样的男人，怪不得小玉对他这么痴情。怎么样？昨晚睡得好吗？我能睡得好吗？放心吧，你以后会睡好的。这么说，志军他……可能不是你所希望的那样，但他确实给你指明了一条生路。请进，多谢。哎，我们昨天不是都商量好了吗？有什么新情况吗？我昨天到刘兰英那去了。嗯。刘兰英现在思想斗争很激烈，心理压力也相当的大。她有什么压力啊？她知道自己案情重大。他对自己不抱什么希望了，但是作为一个母亲，他为两个孩子的生存和未来，还想做最后的一搏。我把我们的态度明确地告诉他了，希望他能自首，主动配合我们把海外这些钱都退回来。我们尽最大的努力，给他一个好的出路。嗯。但刘兰英很聪明，她心里相当的清楚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，无非是为了收回那些钱。如果法院跟检察院还是判他死刑，怎么办？
到那个时候，他自己不但难逃一死，两个孩子的生存和未来都没有保障了。所以他现在还有破釜沉舟的打算。他甚至还说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干脆就成全我邢志军，让我大义灭亲，让我成为一个英雄。周军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怎么下手？阿英，听志军的话，快点去自首吧。快点协助他们把那些钱给弄回来。志军呢，确实是为你和两个孩子考虑。同时，这涉及到前方卢老师和他的家属。现实明摆在那儿，他们要把你抓起来是很容易的。为什么暂时不抓你呢？就是想给你留一条生路。不，志军很清楚我的性格，抓了我，他们就别想追回那些钱。暂时不抓我，劝我去自首，是想让我协助他们把钱追回来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还不是砧板上的一块肉，由他们任意宰割。阿英，我也不是傻瓜，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，因此我跟志军提出来了。他怎么回答你的？他对天发了誓，他说如果出现这样的结局，他这个公安就没脸见人了。他真这么说的？嗯，他让我把他说过的话都如实的告诉你。阿英，放心吧，照他说的做，好吗？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个问题。我们只是侦查和办案机关，至于最后怎么判，不由我们说了算。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个人的信誉失效，公安机关的信誉是大事吧？犯人当中不是有这样说的吗？坦白从严，抗拒从宽，这样的曲解不是个别现象。毕竟在最后判决的时候，你我都做不了主。你说的这些问题，确实值得我们公安、检察院和法院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。你看，从我们这边来说，我们为了能够早日破案，让犯罪嫌疑人坦白交代，我们说的花好道好，好了，犯罪嫌疑人坦白交代了，可是到最后呢，那判决又是另外一码事。如果长此下去，我们公安机关的信誉度就有问题了。现在是这样两种情况啊：第一，不能为了破案承诺过头；第二，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做出承诺。如果跟法院和检察院协商沟通好的话，是有可能会实现的。以前出现的事儿呢，是因为沟通的问题，所以才会出现不该有的结局。对，以后要是有些特殊的案子，又想得到一个特别完美的结局，确实是需要事先跟检察院和法院进行沟通。现在刘兰英心理压力相当的大，思想斗争也很激烈。我不想在关键时刻因为某些不确定因素而得不到最好的结局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今天就去办。我跟你一块去。Thank you.
怎么了？你该为我高兴才对啊，这可是双喜临门。你决定了？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我当然选择去当兵了，这可是我多年的梦想。连北大都肯放弃？当然。刘总在茶室等您。啊，好，走吧。陈律师，咱们三生有幸，承蒙你救了我两个孩子，如今能不能再救我一命？刘总，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，今天特意请你过来，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，担任我的律师。我本来就是你的律师。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，但是有一点。